生意呢，我觉得他正常。对。对啊。觉得我刚好正常关他，他应该就正常了吧。我就是在想说，我这样子快，看他多久刮痕开始出现，已经开始出现了。快，不理他。而且我觉得你有一天就会绊倒别人，或你自己。我是自己觉得 social distance 你会绊倒，你要陪我一根棒棒。理论上，但你绊倒了别人，你一定有责任。就跟大车小车，有时候万一违规是小车，但他就是因为他是小车，所以他还是比较有事。这次到底什么东西？嗯，就是线上买票。你可以线上下去啊。我们在写什么？我们在也是写这些字吗？背后，你看背后的 QR code。卡波里加深。加深观光的雪票，所以手道啊什么的都可以。哦，那我们可以留着、啊。是哦。你如果你要这个线上，加只要便宜我才要啊。不便宜。不便宜。没有便宜。你要花。加深的，搞不好加深光。我们有要去吃这个吗？嗯。那鹿肉与牛肉 Bolognese， 我觉得我一定可不可以欧摩里呀？我特别想要欧摩里，看起来很好吃。然后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吃。不是，这只做中午，啊、所以你明天午餐要吃啊。我就是问你说要不要啊？哦，好。但是就是少走了一点点路，我觉得要走蛮多的。不对哦，午餐跑来吃这个，唉，明天早上拿凑满三张3000块贴他吃。那我的袜子嘞？最后一天了、啊。可以用是不是？到处都可以用，我那个馆内利用券是可以，是不是？一定要可以啊！好 ，cheese dinner cafe a la carte is also available。你订的是这间餐厅吗？不是啊。哦，你订的是和食，对不对？对啊。这是那个 buffet 呢、欸。但是我怎么没看到这一家？它是 buffet 耶、欸，是 buffet。但是我还是不爱吃巴菲的，太饱了。嗯，你还想吃巴菲吗？没有。刚爷一看我们两个中午吃的，就说你吃太多了吧？我就说不会，刚刚好。我说我吃两口，等一下地面就没了。你爬山，你就变大食怪了。我没有，所以你刚好吃太撑也没有吧？也没有啊。对啊，我没有吃你那甜点啊，我已经饱了。哦，我吃下去完全没有太撑的感觉。所以你早上有爬，你就变大食怪了。还好啊，很好。搞不好之前 Snowcone 他的贴纸是我们不知道。
就去出差的经验，虽然我是宅在家里的人，但我也觉得出去也太没东西了吧。你说美国？对啊，住美国还不方便吗？那你觉得日本还可以？嗯，想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要出去想搞什么就有什么。雅虎也没有日本，所以应该说雅虎日本不是。前面的左边有路吗？没有。嗯？啊，难道是这边还要往那边走吗？有右边吗？我们不是走多少，没有没有，这里往左切。我说我们从来没滑过的那条路。现在要去滑那条路？没有，现在要。我只是说我在看那个路线要怎么走，就是那里切过去就是。好，了解。要坐这个拱道才回得到啊！哦，那就不能太晚离开耶。三点半，是吧？还是你要先滑一次，说不定很喜欢这个。不会，这条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哎、欸，
回不去，回不去。滑下去以后，不然有个做法就是啊，我们滑下去之后啊，我们滑下去之后，我们走滑新路，滑新路，然后滑到最底下坐那个两人，两人缆车又会拉到中间，接着就可以切去右边了。你说现在是不是？对啊，所以现在就可以滑新路。先让他 OK OK 再说。他不大行了。再教他，头朝下一点，你就会动了。上面吗？奇怪了。啊，他就是坐缆车往右边转嘛。所以我就说，下面也好平哦。是要冲的吗？没有啊，就正常滑就好了。坐拱多了啊？可以吗？好啊，那靠右要爬楼梯。就跑掉了，这里应该是有一块松松才对。
直直走，你都一直直直走，你没看到右边有这种可以玩吗？很多粉可以进去啊，我是说坐那个椅子的上去，接着滑下去就有缆车啦。啊啊啊啊啊！上去上去上去！我不是讲了吗？哎，我要戴面罩，我讲了对不对？是。他也答应我说好，做什么都啦。就觉得又要爬一下啊，好，没事没事。嗯，好啊，好啊。那快去坐那个，我去坐那个。好啊。那怎么相见？约在那一个拱多啦，中间的拱多啦。我这个坐上去滑下去会切去，以索拉那个拱多啦。你上去滑下来，你也是要切去以索拉拱多啦。对，要在以索拉拱多啦，以索拉的拱多啦见。拱多啦站。拱多啦还是不用，就跪着喝就好了。啊？回家的路那个旁边的那个就好。什么叫回家的路旁边的那个？回家路旁边有个你记得吗？你说还要往上坐吗？不往上坐怎么去？你说啦。一起坐上去啊！不是你滑下来，你最后你滑到那个地方，那里就是拱多拉站啊。你要不是那个回家的路的那个隔壁的那个缆车可以去的呀，可以去的呀。你在讲什么？回家？你说我们中午坐来吃饭的那个吗？不是，不然是什么？中午吃饭的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缆车，这边是往下去蒙多啦。这个缆车去得了伊索拉吗？右边的两个拱多啦都是去，右边的它是椅子，不是拱多啦，还是拱多啦？这个是一个 crate。我觉得是拱多啦。它是 crate。但是你现在到底是线的，我在讲什么？你看那个地图上最长那个红线的下面，那里那一个拱多拉站，就是吃饭的嘛，昨天吃午饭的嘛。你滑下，你现在坐上去滑下来，是不是要用那个绿线切，接着会路过回来的缆车，接着再往下滑就会到吃饭拱多拉啦。就是这一个啊，这个真贵。我们现在在的拱多拉怎么在都是去这个山头，剩下的每个站都是这个山头的站。哦，这我说的是这一个吗？不是啊。对啊，我说的不是这一个哦。我说的是在这里等。我知道，但是我你要上伊索拉不是在这里等，要在哪里等？说这个不是也有一个缆车？那个我们从来没坐过，你想要去那里等？那个就在回家的车旁边那个，我们坐过、啊。这个我们坐过，我们坐过到半山腰。有啊，因为那个时候它关起来了，我们就坐了啊。我们关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坐了回来了。但是这个我们也坐过啊。没有，我印象中没坐过。坐过吧？什么时候坐的？也坐过啊。好啦，好，照你讲的坐过好了，坐过。那要坐这个吗？可以啊，我觉得最下面是拱多拉那段很累，不想。好好好，那就约那一个。你知道哪一个哈？就是回就是切下来的路，回家的车的那个。那个不是回家的车，回家的车的前面那个。对，回家的车的斜对面的那一个。对啊。那个不要去排队哦。什么叫啊？我为什么要排队呢？因为你就先排队了，我就该做那个还是做那个？
费。那比较高。这可能不够高哦，又要再做一次就是。嗯，应该不够高，要冲过去，用个速度冲过去。坐到慢的缆车，
まもなく終点ですので降車準備願います。終点に近づきましたらキーの先端を上げてご用意ください。降車は折り場位置で速やかに立ち前方に滑り降りてください。降り損なったお客様は
折り返して速やかに前方に滑り降りてください。
这里没有什么好特别说要去哪里什么的，也没有。就我观察，改天我要待会有机会，我要 cos A， 我要真正。那你山顶滑黑线下来？他们的黑，我都滑到会飞出去。他们的黑就是没有在压，只要没有被搞成馒头，我们应该都可以。对啊，因为我觉得像刚刚东山一下来那个什么，就是怎么扭，还扭，是不是我扭到都这样压车压到都快平了、欸，我已经快要躺在地上，我觉得一定很难看。你可以用手，又可以手摸地面了。因为我到底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努力的刹车，因为我觉得我刹不住，我就只好整个身体。这样算山倒吗？但是就整个全倒了。这样子反而刹得住，你知道吗？不会啊，刹住了、啊。没有。就是刹到底啊，就是已经全身了，就要去压了，要刹不下来，好危险啊！我不喜欢。哪里？
搞不清楚，那就往右边滑了。你看什么？你看什么？你看错了吧？踩别的吧？有啊，做错事不会道歉吗？道歉就好啦，那你就要摆这里。我没有，我就站着啊，怎么了？就踩到我的板上。对啊，踩到了。嗯。应该是往右走吧，往右边滑吧。那为什么往右边滑，他还捡了一个胎离错？他是说左边，不是说右边，他是给上面的人看的，不是给我们看的。我们没有看反，他是朝那边给上面的人看的。我想说，为什么还要拍利亚？为什么要拍？没有啊，我们是往右滑。OK， 要拍一张吗？好累啊！后面没有人，没人理我们。这样看不出来是雾的啊，只觉得后面的天是完全白色的。都一片白。我在哪里？啊。冰冰的，明明就可以测降。学会了。也可以后侧降、前侧降，最后我们就学会落叶飘了。啊，其实练落叶飘也有好处哦，就是那个，如果我们一直学会这个的话，我们就学会了那个重心是正确的位置，然后完全不能用棒棒这样。太紧，越来越不滑了。走吧，去哪里？就直直走啦。刚跳的有点难过哎、欸啊，跳的很难过啊。没有啊，这里是中山跳，那是因为我的速度比较快，我觉得跳的很难过。如果这个速度的话就还好。
好费力哦。用我刚刚那个速度就是好跳啊，太跳了。好费力。不能太快，但是慢的话又要花刹车的力气，很累呢。结论就是，今天还是很累。那我就滑这么慢好了。你不要跟着我就好了，用自己的速度就不会累了。啊，休息休息。你先走吧。你先走，然后那个用你觉得最不累的滑法。直走下去就对了。你走还是右边？左边啊。为什么？右边是哪里？右边我不知道是哪里啊。右边是个双星黑线，路牌在你正前方。我不知道。我看到了。刘寿都 number one。用不着。我不想看。
现在我们先走到这里。你就是说，你觉得脸太冷，加了面罩之后就开始了。因为我们还会一直拉低。本日は当機場をご利用くださ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待機室で4列にお待ちください。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折り返しにここに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是卡在变速上面。不是人的因素，是机械的因素。前后推一推，机械。因为它缆线上是快速的，然后下来这边变慢速。之前啊，其实眼镜上面都会有沙。
时候手指还不能用力嘞，一开始要用水冲冲，加点肥皂，用很轻轻的搓，之后才弄。对，我都磨坏了。对啊，所以理论上用卫生纸擦会有刮痕是正常的。那怎么办？我就说这正常，没关系就刮。两三年后又要买一个了，这样，它就是耗材。
上面还有一台，不是更上面，左前方有一台，这台本来就没在动。左前方那一间怎么看不到？只是隐隐约看到两根柱子，后面房子看不到。看到了，有够雾的。想尿尿，去那一个我没去过，你有去过尿尿？啊？就是外面有一个吊椅的那一个，这边滑下去就是了啦。对啊。那为什么不要直接走尿尿？啊？为什么不要直接走尿？去哪里？冰堡啊，刚刚吃旁边的餐厅的尿啊。餐厅哦。因为那还要走好长一段啊。对啊。对啊，而且人比较多。那等一下一有岔路就滑右边，就会到那里。哦，歪来歪去呢，跳跳。也在跳，确实是很乱。点进去一点点啊！光是连这个信竖了左边进去，右边出来都做不到了。只进一棵树，出来。奇也怪哉，我觉得还是不行。对啊，有这就是有这么夸张，那是球粉才要进去吧？嘿咻，还会滑到变出一块一块的。
哼，好难跳、哦，什么鬼啊？我们老师有教过说，之前上教练课他有说你要试着用原地跳，左跳右跳，也是练小转用的。但是我刚一跳就失去平衡，觉得不大对劲啊，就是要转弯的时候跳一下、啊，快摔死了，在没有那么陡的地方啦，这里应该没办法练，会死哦。对啊，这里太陡了，不行。不要练，不要练，不要练，不适合，这里不适合，吓死哦。对啊，其实正确的练法是说，是说，例如说在这里啊，原地啊，就是跳起来用，是用左边着地跟右边着地而已。他，而且他有强调说，你不要跳的时候在那边扭，你是，也很难形容。跳的时候不是在扭，而是跳起来又着地的时候，反正是这样着地跟这样着地。这样子往右倒，我就倒出去。什么叫倒出去？我说，比如说跳，然后现在是站在这里，跳这样子就出去了。什么叫出去？就摔倒了、啊。你跳好，你用你左边的刃倒。不是嘛？不是嘛？因为这里比较斜，我也做不出来啊。比较适合练的地方是很绿的地方才开始练，就是。我就跟你讲，这样子你跳起来了，往左边倒。你越稍窄，那你跳起来往右边倒，你不就撇出去？不是，你要转弯啊。例如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啊，然后要这样，对不对？平常我们这样子就是有刹的感觉，然后速度稍微慢，有频频在前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不是会把这个板子放比较平一点，开始要往右转了，开始渐渐这样转过来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把板子松松朝下转过来的这个动作，你刚刚有感觉那一下吗？就是先是平平滑，脚上没有施力，松松的，接着开始左脚施力，转着这一下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转的那一下的感觉。对啊，像现在是卡死，然后往前一点点，然后会有松转，然后平常我们是顺着轨道转。但是你力道又大一点的话，就是好像要做到刹车这种动作，就开始有点接近像是小转了。然后刚刚那个只是有影片说你可以用跳的方法练习，但是实际上不是真的要跳起来，而是现在是紧，然后转弯松，然后这样松，然后又紧，然后又松又紧。然后紧的那一下就是好像是这个时候是紧，然后跳起来会松松的嘛，对啊，或者是说我们不是有站起来蹲下去吗？现在是要站起来，然后转弯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就是松，蹲下去就是紧。站起来又松了，蹲下去又是紧，大概就只是这样。然后小转跟大转其实就是说用的方法一模一样，只是大转你滑到很熟很熟的话，会越滑越熟，越来越快，最后就会可以变成小转。然后有人想要求快，想直接练小转，就是有一些辅助的练习，但是全部的滑雪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也想跟这样。对啊，就都是上半身的重心永远维持在正常状态，下半身就是松紧跟选方向。对啊。在这好冷。对啊，走了。所以就是慢的时候就是练习紧松。
对对对对对，就是类似这样。那重点是啊，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一开始先求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这样子做的时候会有一些许的刹车的感觉，就是你这个东西习惯之后，你就知道大概知道说我刹车的时候其实用不着这样子，也用不着上身扭啊扭，其实啊就是下半身这样子会快嘛，下半身突然间这样子它就会停下来了，然后身体要是习惯这种感觉之后，就渐渐的可以变成小转，因为你知道这样就会慢下来，就不会怕了。还很远啊，还很远，前面黄色牌子，红色牌子那里。不要太过哦，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练习上的毛病，就是说要吐出来。对，就是太着重想要去甩那一下就扭，然后那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搞到最后自己姿势就跑掉了，例如说上半身会太朝上面，因为我这一直脑中想的是刹车，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校正，就是你要记得每次要刹车的时候，你尽量要这样子刹车，看有没有办法做到。对对对啊，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刹车。对啊，那这一小段都还蛮适合练小转的，因为滑大弯的时候一直跳。好，走走走走走。你照你要的滑法滑，我自己要练小转，因为我不想滑快。会跳？不会不会不会，你就走就好了。往右，往右，走啦！你要钻进去吗？没事。
シャッター。坐那个好了，既然人家说比较快的话，对啊，他就说快点，这个很深，反正鞋子脱了，等一下可以走一小段，这应该不会滑吧？前面应该会滑吧？一层又一层，对啊，哎，小。